主料：通心菜400克，辅料：蒜头10克，生抽、花生油、味精、辣椒10克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锅中加适量油，爆香蒜末和辣椒，先炒通心菜的梗，炒至梗稍微变软，再加入菜叶子。菜叶变软后，加入生抽和味精调味。烹饪技巧：洗菜时把菜梗和菜叶分开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